拉开一下衣服嘞。挂在这上面就行。粘的。看一下。打一下。我从底下过。来，装兜里。这里面感觉外面的世界就跟虚幻的一样，就是就遥远的传来的声音，对，就觉得很遥远，永远在那边，永远隔着一个世界，永远你看见外面就像看见这个高速公路，就很远很远的来来往往的车辆啊，觉得永远是跟你很遥远。然后我现在走到它边上的时候，我在看到这个监狱的时候以及这个围墙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也确实是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对，就跟那个世界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好像生活在很遥远的过去，就好像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古堡，然后它生活的是遥远的过去的一群人。你看这一大片的荒地嘛，这很辽阔吧？大概反正至少南北有十多公里，东西我估计也差不多。大概是这么一大片地区。那除了这个劳改劳动之外，那还有什么活动？有书看吗？有。有图书馆的吗？对，还有图书室。图书室。对，我的多数时间在看书和写作。那就也等于是一种闭关，对，闭关修行，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当时啊，我当因为第一开始到了柳林嘛，到柳林监狱门口，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的龙场驿，就是我的龙场驿到了，我在这里修行，开始开垦了呀，对。那个大海的完全就比较难处。对，那其实也是一种强权了，就处处体现出来，它打着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的名义。以安全的名义，还彻底摧毁了我们的自由，摧毁了我们的日常审美，还有日常自然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把自然的生活给对，你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是建立在人的自然上面。你把那个自然都破坏了。真是的，你几乎在天津这一带几乎就没有海岸，你在中国很少有海岸，你发现没有？是。到处都是它铁丝网、高速路，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要就是铺一层沙子是吧？那种感觉。对。所有的地方。你比如说你能想得到？多美好的。你想得到？你说，你原来我以为啊，不远处就是大海。是。但是你看到大海是很难的。是。对。那是一个角落了，相当于是。对，就是一个角落。它是在里头，它都管得很严。你知道吧？就这一个队，这一层，你平时绝对不容许随便走动，就在里面任何的劳动，在里面任何的走动，都是有警察看着的。就是绝不允许有任何的自由活动，就在这里头也不允许有自由活动，所以他就管得很严。平时而且大家都不会见面，你知道吧？比如说车间是车间，然后回了车间这里，在那个住的地方那个通道里。只有这个通道，跟别的通道是封闭的，全封闭的，那就内部也是封闭的。它不光是这个围墙是封闭的，它内部也是封闭的。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是1989年夏天。后来在这里望着南面那些
海岸的时候，就在常常在想，整整三十年了。我当年你第一次见大海也在那附近吗？在塘沽。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是在塘沽。哦，哎，那太巧了。所以在这里能看到塘沽。哦。嗯，对。啊，这里都不让进了，你看见没有？我们都这里肯定不让进了，贴下个标语。哎，对对。我没有，我其实啊，我的体重过去二十年都没什么变化，但在里面确实胖了一点。对，我觉得现在胖了，我感觉胖了。好像是，好像是这样，我是刚出来的时候，可以其实跟现在差不多，然后大概出来两三个月，有一段时间是瘦了一点。啊。出来以后瘦了一点。啊。然后现在又恢复了。对。你在里面的时候每年锻炼身体吗？其实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的实实在在的苦难。前不久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很难以控制自己的那种悲伤。哎，我想到了一个人，他叫王金英。他为自己的弟弟申诉，他弟弟被判了死刑，以故意杀人罪。其实我跟律师联系了，我看了他的部分卷宗，看了他的狱中的申诉。我基本确定他是无辜的，因为一个杀人的人，他不会有那样泣血的呐喊。最让人绝望的是，在上访的路上，他五次被打伤住院，其中一次是2005年的5月10号那天，他被解放打断了三根肋骨和脚踝骨，投进东庄的枯井里，幸好是访民看见了，把他拉出来。打了一下午的110和120，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把他送到宣武医院。你要知道，在中国，在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这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但是他们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他们是代表共产党和政府来拦截上访，而且村民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人关心，中国人不关心这些事情。这是有漫长的历史的，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公共的东西，因为天下都是私人家的，你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呢？所以这个社会你会发现，什么毒奶粉啊、地沟油啊、什么假疫苗这些事情连绵不绝。你还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了是吧？
我们要做一个研究项目，然后呢做一个社会的推动，就是大概的意思是因为没有北京的户口，我们就没办法在这里一直读上学一直考大学，我们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想做一些推动的工作。那么怎么推动呢？包括我们会写调查报告，我们会写建议，写公民建议，我们还要拍纪录片，我们通过这些不可能还要有演讲比赛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呢实际上是希望像你们这样的一群的孩子，那么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你现在几年级了？初二了。初二了。那像你们这个采访，就是对于从外地的孩子，以后对于这个帮助他高考，或者说还是怎么着，有我们要推动，我们要推动高考的平等。就要争取哈。对，需要大家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啊，团结起来力量大了呢。对对对。对。你现在是啊？他是初中的，上了初中的初二。初二啊。嗯。在哪儿上学？在北京市第十六中学。啊？北京市第十六中学。十六中学。啊。哦。就在那旁边的。你是在北京多少年了？他小时候就在了，十来年了，十多年了有。十多年了。啊，十年了。一直在北京上学。你回过老家吗？回过。什么时候回过？回过几次？回过，因为就是以前吧，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回家，最近两三年都没回去。以前过年的时候经常回去。你爸妈都在这边是吗？他们做些什么？工作，就是我妈就是当职员吧，就是，我爸是电力。哎呀，在你这再待一会儿啊！你不用担心，别管，没关系，别紧张，没关系。初三了，我没人啊。我明年我打算回老家上班。我想就是我不能，比如现在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能拿我自己的前途去赌，能不能在三年之内这个政策改变。所以为了保险吧，就假如说我要在这儿，他能让我在北京上，那太好了。那我上不了的话，我就觉得我基本就没出路了，因为我在北京上，我再回老家考，那肯定是不行的。哎，去老家看。然后，所以我就打算回老家也是上，还是一步一步，我觉得踏踏实实的学好了比什么都要强。那你担心吗？你回去？担心啊。你知道吗？回去面临着什么压力啊？各方面。刚才我还有一个同学来呢，他是初二回老家的，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的好多事儿，也跟我说开始他去的时候，说哎那个他没带同学录回去，然后好多电话他都忘记了，然后就一直没跟那孩同，因为在那边他一般开始的时候跟他们那同学都不太熟，所以就也关系不是特别好，然后后来慢慢熟起来，开始去的时候挺郁闷的。然后不过后来慢慢跟同学们在一起好了一点儿，而且他们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生活环境的问题。因为去那之后可能他跟我说他们宿舍16个人一个宿舍，就是然后而且要自己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大一个挑战。我担心的反正这样。其实都没什么可辩护的啊，在法律上当然是我们是无罪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扰乱任何的社会的秩序，我们没有堵路，没有拦车，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我们只是一种公共表达，所以在法律上完全是无罪的啊。当然对方指控我们是因为我们要结束专制，是因为我们追求民主，追求法治，追求自由公益爱的美好中国，所以他们要来给我们定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被定罪也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为这个民族的担当。因为我们有梦想，因为我们去努力的执着的追求梦想，所以我们必须要承受代价，我们是要为这个民族而受苦。简单的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教育不平等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具体指的是在北京有几百万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口，让他们的孩子就无法在北京正常的读书以及尤其参加高考。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一个家长，他们的孩子到底是跟着在北京读书呢，还是回老家去？回老家去可能又没有人照看，或者说在北京读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回到老家去。我觉得总之呢，给很多人带来了烦恼。或者如果他们留在北京升学的话呢，要交很多的赞助费，最后还是不能参加高考。我想这个平等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平等的受教育权问题。我们觉得这个时代的背景也差不多了。到这个时候了，因为2010年的话北京也会有居住证的改革。居住证他说准备把暂住证改成居住证，但是居住证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你在这里居住多少年有什么意义没有？暂住证原来没有多少意义，你居住20年，暂住20年，你还是一个外来的人，你不享有本地的市民这个权利。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说，给他填充一些权利，比如说我在这里居住了3年，也就意味着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3年，我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我工作了5年或者7年，我有什么样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年限，就是给他居住证呢，给他填充一些内容。那其中其实现在来看最主要的两块内容，一个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教育权的问题，而教育权可能是最困难的。这个首选不是有效，但是的话有些方法都是有效的。好的，谢谢。不公平的教育体制的受害者，我们不能行动，我们不能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政治游说能力的话，3000多代表他不需要考虑你的问题啊。对啊，行政长官他也不需要考虑啊。现在就是说很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事情，特别是这个群体也开始活动起来。我相信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开会的话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吧。下一步的话，我个人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如果一些可以通过一些诉讼或者说一些法律意见能够做的事的话，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好，谢谢大家。就觉得这个政府简直就是什么的呢，就是一点这执政的这个效率都没有了。给他这么一个压力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多中高层的这个干部，包括教育部部长，他也会感觉到我们这教育体系好像是教育部门这种体系是很垃圾了，很什么的呢，让社会大家的这个压力压在他的身上，我觉得他挑不起这担子。斗智斗勇跟他知道吗？不是说你接受这样，说也不是这样。现在呢，其实说白了就跟他斗智斗勇，他斗不过我就是解决。实际上最终就是我们建立一个10万人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只要建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基本上他很快就他受不了，他就很容易了，那他就开始跟你谈了，他就开始跟家长代表谈了。对啊，其实上回我们去第4次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的那个效果了。对，去第4次刚开始他们大家都坚持不上信访，我说要去，因为什么呢？信访是一个正常的通道，我们没什么的，要登身份证嘛，很多人就怕登身份证要怎么着了，不怕要什么呢？我说没事，我们5个人进去。对，进去完了之后，教育师出来了一个中层干部，一个姓刘的吧，这么一个干部，他谈得很虔诚的，他说解决这个户口的这个上学这个取消户籍问题，不是光是教育部这样一个部门的问题。你们家那女儿从小就在家啊？嗯，从小在，分开，2岁就分开了。2岁就分开了。嗯。当时也是学校吧，你说在这儿念吧，念完吧，人家说是3年，你白念，人家你这儿没有你的学籍，也不算你。你比如在这上3年，告诉人家等于你没上，就是你回老家也、没有学籍，考不了，没有你，没你在那儿没上，你没你的那一份那个档案里边，啊，在这边不算，这不算不能说把孩子害了呀，让回去吧。那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越来越差呀，这不是这次还一次不及格，慢慢都不及格。要不我刚才我气的又骂我，气的我说我为了你在这儿什么字都受，
我去人家家里干活什么气都受，我说这个我都能给你忍住，我说为了你供你，我说你没有，我说你给多给点念书，刚才那女的不是去了吗，就因为今天我说她回来了，我说想跟你说一说早点回来吧，人家不高兴，我后来心里边回来挺生气的，我就哭了，我也是他就给打电话甭干了，说我说为了你，我说意思让你在那边多给你挣点钱，你好好学，他没人管，他也越学越没劲儿，越学越没劲儿，学的好像现在特别差。那会儿在这儿也还算在班里不算次，那时候挺好的，前几名。教育公平那个，他以教育公平的进队是一个什么状况？教育公平他们主要是从我们持续三年的行动中，每月一次的行动中挑出来有那么一两次，他认为我们扰乱公共秩序。嗯，其实我们的请愿是持续三年的一个过程，每月都有一次，从最开始在海淀教委到后来去教育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不断的壮大。这个地方很莫名其妙哈，没有人烟。嗯，其实我们现在的力量应该是更强的，因为当时很多人是做 NGO，不像今天我们的理念那么的鲜明，我们的理想就是政治，公民运动就是倡导大家一起做公民。当中国这样的力量成长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中国的政治最恶劣的一句话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是为了高高在上，是为了统治别人，是为了分赃。但是直到今天，这个专制体制，它仍然内部这个话语体系还是打江山坐江山。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不是某个什么什么王朝的、什么某个家族的、某个政党的。怎么体现出这是国家是人民的？那就是人民来选举，人民选举总统，人民选举市长，人民选举省长，选举议员。但是在中国居然出了"妄议"这个词，这非常荒诞的。你政治家就没有，基本上没有隐私，也没有名誉权。普通公民有隐私有名誉权，那作为政治家就不应该有，因为人们为什么妄议你川普啊，人为什么调侃你啊，那是因为你代表了，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代表了某种很多的公共利益，我们调侃你，我们骂你，我们是一种公共表达。对你在那个位置就是一个公共的位置，所以是个具体对象。对，所以我哪怕骂你，哪怕攻击，言论很不友好，甚至是造谣都没关系，都是一种言论表达，都是一种自由表达。所以你政治家就是要被人民妄议的，你怎么会出现在中国出现妄议这个词呢？人民不妄议你，人民就政治都不敢表达了，都不敢说话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只有皇帝的新装是假的才不敢让人民妄议。我有一本那个哈佛的文集，是吧？嗯，你有这个？对，你是在哪里买的？嗯，是一个朋友送的。嗯嗯，我这里的书90%以上给人送的。嗯，还有什么书？跟你专业方面的？我觉得我的专业应该就是政治。所以我这里基本上没有我学术上的专业的书。你本科是什么专业？我的大学是教法律的，教宪法的，这就是我的专业书。宪法这几本，宪法和法理。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嗯，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你说的打算是
哪方面的？就是你个人的，或者包括你的个人的发展呢，或者你们公共的那个发展。我们继续做好事，简单的说就是继续做好事，不停的去做一些社会正义啊，一些制度的变革推动工作。嗯。或者是弄一个就是不弄我们昨天还会讨论的时候是咋讨论的啊，嗯，就是那几个家长呢提出来说是打横幅，嗯，就去打横幅，嗯，但是有的人说打横幅呢静坐，说阿达说打了横幅以后就坐在那儿等教育部给答复，教育部给不给答复呢我们就走，但是阿达说他不行，他家里边有事儿，他得提前走。阿当自己提出来的要打横幅，要去。然后呢，后面的燕尾蝶就说：“你走我也走，我也有公司，我也有企业。”那实际上本身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层级并不扎实。但是我想了一下，怎么呢？我们用快闪型的，我们就是把横幅夸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有一个大的横幅，媒体报在那儿，媒体照相，对，媒体照的相不会报，很难报出来。但是自己家长微博要怎么发？自己微博发，就是我们找完以后发微博发视频，嗯，我们可以发，嗯。但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摆拍一下，在那儿照个相，照完相就走了。嗯，哎，这个是比较可操作的。对，剩下呢，照完相以后，这些人再到这个教育部信访办去。我们照那个相就在教育部门口，嗯，照完相再帮人再到信访办去。对。照相法办，那就我什么标语也没了，我什么横幅也没了，我就跟你谈事儿了。这就是些高中家长为主，谈我们的孩子正要高考的，马上要高考的，您是高三家长，可以主谈。然后呢，那你这两天就把照片和一个基本的资料发过来，好不好？行。然后对外公布的时候，可以把中学的名字去掉。横幅他昨天说就打那个温家宝的，是吗？24号再打。咱们是17号这样，嗯，从17号，这些高三家长就开始诉求，高中家长就去诉求，肯定去，是吗？回心打个电话，嗯，他说了这个矛盾的事儿，嗯，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他也主张说最好今天见面，我说那你跟刷子先联系一下，嗯，啊，如果说今天能4-5点钟是吧，见个面，咱们都见个面。你不是4-5点钟还有那个男的吗？嗯，四道口那事吗？5道口啊，5道口的事儿，对，我把5道口的事移到东，挪到东面来了，挪到国贸这边来了。但是那边采访可能也半个小时，最超快都可以结束，影响不大啊。哦，我们做这种事儿算违法，他还盯着是吗？啊，实际上是，我跟你说，知道不违法，就不让你去。这个事情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啊。是啊。说实在的哈，这一年多在。光盘有没有了？哪个光盘？在前期的时候，其实没有吗？因为我们人少。危险性更大，嗯，有一些核心的家长都被警察谈过话，嗯，你还没经历过这些事儿，嗯，啊，对，警察谈话威胁，但是呢，没什么大问题，因为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单纯的，我们就是为了孩子教育问题，我们不涉及任何别的话题，嗯，其次我们的行为是温和的理性的，比如我们肯定不会，对，不会有暴力的，不会有什么拦路啊，不会有拦车，不会这些行为，啊，我们的背后，我们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且是为整个的中国社会2-3亿的城市新移民在争取权利，要吧，嗯，所以我们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嗯，绝对的正义的，所以警察谈，警察来了我们就跟他谈，啊，另外一个呢，假如这个事情真的是持续几天闹大了的话啊。闹大了的话，他可能对公众也会说，那你这个你就应该是吧，按照现有的这个规则，那你这个户籍地你就应该回那个户籍地考试嘛，是吧，那你这个好像你有点好像说你没道理，他哎，公众呢就觉得哎，是不是教育部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不是的，这个时候你还必须得你提前都说辞都得准备好，说你教育部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你教育部那个2010年招生工作规定就是违法的，那不是那15个学者吗，15个人那个要求国务院来审查，说你教育部要求说必须到户籍地来报告，这种规定是违法的。教育部这个规定是违法的。对，要五个还是你试试。就是因为现在一个，我觉得这个民生很严重了，因为问题一半的人，1000多万的人口，这么多，你这个你不说我的孩子呀，他们这个大部分都。这个考试你看都说白了就被咱这个政策就是一个伤害，就是受害者，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孩子这一块来说，你说
你说这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你他这个就是说这一个人生的最大的一个挫折，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挫折。你们的情况，你想想，这么大一个群体，包括你们经常来，我们也不可能说对你们的所有的诉求不理不睬，这是不可能的啊。因此呢，你们的诉求我们继续向上面来汇报。这东西肯定紧迫性，你们这个紧迫性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真的是这样。不是为什么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吗？还不改呀？这个为什么？知道他多少孩子？你说这个为什么呀？我不是说，就是观念问题。因为北京的高考比外地差好些。假如说咱们的教委里面有这样的是是、啊、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家长。这个事情还会拖这么长时间吗？但是说真的，我们不是来想占北京的这个便宜的啊，我们只是说刚好在这生活都这么大了，你说这孩子你就不给，这国家不给我们这个，说白了就代表国家了，你北京人也是国家的，你说这个东西是我们想高考移民吗？我们不是。不是那个杨部长啊，我想问你，这样的就是现在这高考中考解决不了问题到底在哪，然后你们也很有诚意，你说打报告了，现在上面还不批，那么我们跟你合作起来，我们也去争取，可以不可以？这事情啊，今天我们又没法来那个答复你，我只能把这个我们可以协调，我们把你们的诉求收下，然后相关的工作由我们来继续。因为再拖拖不起，都三十多年了。你之前在这边待了几年？待了四年。整整四年？三年，在这三年。哦，之前判四年，待了三年。在这里待了三年。哦，这里待了三年，一年是在北京。对。在北京第几看守所？嗯，那个三坑。三坑。三坑啊，三坑关了一年。嗯？在三坑关了一年。将近一年吧。哦，朝阳那个朝阳是看守所哈。嗯，不是这个，不是朝阳那个长营那边不是有个看守所？那边是有好几个呢，北京。我们的时候这次在第三看守所，里面主要是关小偷的。哦。前方1.2公里，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京汉公路。你们以前在里面这工作有酬劳吗？名义上也有，但很少。多少呢？是一天？是他跟干的工作有关，比如说后来做服装，反正总之，他多的一个人一个月拿个几百，哦，才几百，多的几百，少的几十。我出来那天有可能是这条路哈，大概这一路上有至少有三波人在这守着，因为是半夜出来的。哦啊，晚上怎样出来？对，晚上零点出来。晚上凌晨12点，对，凌晨零。他出来的时候，当时觉得开得特别长吗？感觉这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只是当时就印象就是有人在这守着拦着，他拦着怕有人去看我，就是岗哨是吧？相当于岗哨，对，相当于岗哨。几不一岗，三不一哨那种。至少碰见我印象至少有三波，就是专门是拦截，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从各地过来，也是接我啊。哦，那你晚上凌晨的话出来，如果说像一般人的话，文员来接，那去哪儿呀？有没有？当然他是你们接的啊，当然是他们国保过来接的。会提前安排的，他们都有提前安排的。我就把你放下就完了，就没有人接，那就荒郊野岭的。他们故意零点把我放出来，就是怕有人来接我。哦，你是个特殊的，其实别的话，放出来的应该是白天的可以。对对。因为徐老师那个放出来，这是整个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事情，并且它是一个巨大的新闻焦点了。但是国内的他们就很避开这个焦点，就是不让它形成。国内应该不给什么报，应该就他不让形成那个焦点的。嗯，所以他就偷偷放，或者把这个时间都就控制起来，就不让它形成一个聚焦。坚持保护京沪利益，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护？这个先放。我们坚决要求公开听证。今天我们撕开这个黑幕，我们每一个人的意愿都在这里表达一下。我们要求公开公正的进行听证。
回应。教育部今年已作出回应，表示正在研究方案。表示正在研究方案。随迁子女有权在居住地参加高考。随迁子女有权在居住地参加高考。日前，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日前，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抓紧研究制定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苏禄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支持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为了孩子的明天，大家共同努力。那天我们探讨的，我认为我那个内容不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是也是电工的，我没听出来。你看啊，那天我们不是我们讨论的，基本上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就首先，就这个背景就是教育部在六月底之前可能会出台一个政策，但是它出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设置什么条件，以及它怎么要求地方政府，这是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对于教育部即将出台这个政策抱有什么样的一种期望，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期望强加给他，某种意义上加给他一点，是吧，然后通过舆论的压力给他强加一些东西。实际上这个目标是这个，首先目标主体是教育部，其次内容是针对教育部在两会期间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比如他担心本地人的权利的问题 啊他担心什么这个高考的什么，反正要针对教育部那个部长的表态嘛，然后实际上是给他指一条路，甚至某种意义上是给他解释或者反驳，就是这个内容应该是这些。但是现在呢，你理解这个内容不是家长提出的，不是家长提出的，家长提出的已经提过多遍了。这是这个就说是，人大议会中心他们这些学者代表提出来的。不，我知道是学者。对，我们上次其实。就是跟张老师，我们不是都在吗？对对对对，沟通的就是最合适的，最根本的落脚点就是我们表达我们的期望，就是教育部你即将出台的一个政策，我们是什么期望？核心这次研讨会是这个主题。各位专家、各位媒体，咱们现在那个就座会议马上开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首先把今天与会的这位专家和媒体做一个简单介绍。我们在这次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张老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楚昭辉教授楚老师。另外，我们还这次还邀请了是南方都市报、环球时报啊，他们一些媒体。这个很高兴啊，今天来参加，在两会期间啊，家长组织的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吧，我觉得这个非常及时，因为教育部长也明确表态，就是要把这个异地高考方案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这大家的孩子在不断长大，确实等不起了，那我就是看到刚才这个家长也这个。简单回顾了过去大致两年时间整个活动的进展，我是觉得这个家长们呢非常了不起啊，一方面是非常有勇气，同时也非常有责任有担当，也很有技巧那么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这么一个成果。因为我们做完这个活动，教育部还是不允许，就是、说还是就是、说没有任何消息，就是、说那个你政策正在研究，你研究到哪个地步了，是吧？哦，我们在这个刚好三月份，这三月份当中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给全国的那个人大代表，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说这个经历啊，这争取这两年一直来从小升初到就是今年的人大会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整个全部都。就是把它写了一份材料出来，电子版的、光盘、文字材料全都有，然后给全国的人大代表快递了2494个。那我就数一数，估计肯定不够。十个一共。我估计肯定不够2400，我觉得。那个是装过的吧？这个装过的，挺好的。那就装是吧？它接着也。这个装啊，这一样的。这没光盘。这个装，那就从那儿开始。我其实我就是有一点感觉吧，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你看回顾这三年来，其实推动这个事情最根本的力量是我们有一个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不断的壮大，还不断的在活动，啊，那么因为这种团队的存在，所以呢，而且舆论呢，各界也都能跟上，也都能够很帮忙，然后呢，声音越来越强大。但是客观上来说，过去的几个月，就是说大概八九十啊，十一月，也因为客观的原因，环境也是不利的，就是特别的紧张的气氛，实际上导致我们的活动时间减少了。啊，你像我们一二三月份的时候，那个声势是吧？那个那逼着我们给2000多人，数千上千的人大代表写信，然后逼着超过60个人大代表面对媒体说话，在两会的时候。2494个人大代表的那个。而且那个时候你还逼着教育部长、副部长都出来说话，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是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过去的几个月，实际上我们这个群体呢，实际上这过去几个月，媒体都跟上了，学者们，微博上的传播的这些知名的达人们，各界包括律师界都跟上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反而是因为各种他确实压力太大了，我们反而觉得有点悄无声息了的感觉啊。如果说因为最后一个月非常关键，如果说我们这个团队没有跟上的话呢，那现在就是博弈的最关键的时候，可能结果说不定他那个门槛到底设置多高，你现在还是无法预料的。你看上海出那个什么居住证那个草案啊，那个就明显的那个非常的不公平。我今天还在写一个文章，就来批评他们啊，也包括征集一些律师们来要反击，因为他那个东西说不定就北京那个就模仿他们那个来做了啊，对，所以这些都要反击。但是我觉得到最后这一个月最最关键的力量还是我们三年来一直坚持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要凝聚，要团结，要活跃啊，我们要重新的活跃起来，就是因为这个体制他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他就会掂量，说这个他就整天，现在他们最大的考虑就是说，假如我这个政策出来了他们不满意怎么办，他现在最怕这个。但如果说我们这群人不存在了，没声息了，他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就按照他的意愿来出台政策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显示我们非常明显的存在，而且是不断壮大的存在。那我们存在的方式就是这种吃饭啊，然后呢策划比较大型的全北京市的范围内的活动，不一定是高烈度的，烈度的有时候风险太大。当然整体上来说，十八大之后我们的空间是已经大了一些了啊，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担心。本来这个事儿就是很纯粹的一个事儿，就是教育问题嘛，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常聚，不断的去聚，不断的去显示这种声音，而且呢要策划大规模的活动。家长的最大的两个感受，一个是很绝望，一个是很愤怒啊。那么结果呢，咱们有好像有那么十几个，有几十个家长，大家聚在一起又讨论一下，就是说一定要把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那么就是在元旦的第一天，那么我们有还有反正有至少有几十个家长，然后就是说就准备在二环路贴一个贴一些那个在车里面写一些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然这种这个活动呢被警察及时的发现，头一天凌晨到两三点钟，有的家长被
几十位家长就是说都被敲门啊，然后呢第二天还是有几十位家长出去，出去了以后有25位家长被带到派出所。可以说这么3年来可能是我们的家长在北京市的家长付出的最多，参与的人最多。那么我们的成绩呢，实际上除了西藏以外几乎全国的这个其他省都出台了啊，那就是说造福了全国啊，有心开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啊，这个几乎其他的这个解决了很多的这些随行随行问题。可是唯独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没有一个家长符合。我自己算了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条件，我说我的小孩刚好14年高考，对吧？然后从怀孕就是在北京的啊，然后各种条件都符合。可是我们呢在实验中学，在咱们北京是属于四大名校之一，我们年级第六名，拿的这个什么？你现在只能考一个高职。继续来看今天的两会特别节目《鲁健观察》。当前多数省市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是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目前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何稳妥地推进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记者采访到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就是那个异地高考方案现在各地陆续公布哈，其中也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北上广的这个啊，您觉得要给他们多长的过渡期啊？那不是过渡期，它是这样的，北京出了一个过渡期，它，今年还要出来一个新的办法，这个北京市已经发表了些消息了，但是北京这个方案只能报这个高职，对吧？这个好像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嗯，这是第一步。我们面对着这几千万的留守儿童，面对着接近全国1/3的这种家长的这种很渴望的目光，我觉得我们盼望着我们这个政府啊，应该尽快的出台政策，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报告中指出，抓紧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其实我们今天过来呢，就是因为3月份以来吧，教育部在那个两会期间，教育部副部长对外新闻发对外公对外说，就说那个先保护京沪两地的利益，才能那个制定这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这政策。然后呢，后来紧接着鲁新教育部副部长鲁新也说，他说要保证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才能就说制定这个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最近呢，又由教育部、中国教育部媒体对外也发表言论说，就说这个可以在北京考试，但是必须回当地录取。我们坚决反对以上的各种说法，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我们是同为纳税人，同为这个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的公民，凭什么我们的孩子就要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我这里讲一把道理讲清楚。大家那个各位媒体的朋友不一定把它报出去了哈，就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所有问题这个根子在哪里？这个根子呢，其实是在1949年以后我们长期实施的叫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国家主义的教育管理体制。那么国家主义的教育管理体制呢，它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好像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是由国家来管。那么这是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高考招生制度不公平的根子在这里。如果这个根子不解决，那么这个我们所追求的叫公平呢，保障儿童的基本权利啊，这样一些目标呢，实际上啊，是不可能达得到的。它这个集权的体制，这个等级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它附着于这个国家所有的机构，这个国家整个的机体，它要管一切，管东西南北中。
华的专制比很多国家的专制都更加的集权。你知道欧洲它也是有皇帝，有过皇帝，但是他们的权力实际上是有分权的，在欧洲神权、王权，还有贵族还有一定的自治权，尤其是神权和王权，他们一直是某种意义上是在一种平衡状态，所以他的皇帝就不可能特别的专制，他不可想象他能像朱元璋那样在朝堂之上把大臣扒开屁股就打棍子打到皮开肉绽，打死当场打死，回家都不敢吭气儿。你说这个人格能到了侮辱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这个整个国民有任何尊严可言吗？什么都没有。那皇帝他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中国发生如此的完全的赤裸的无缝隙的这种集权，它是跟我们具体一点而言，就是跟中国过早的世俗化，跟中国缺少神权、缺少宗教信仰是有关联的。就中国这片土地上，王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制约他的权利，所以中国的皇权就是那种集权式的皇权。所以中国人真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脊梁都是被打断的，想起来也挺残酷的。你看多少代了，所以这个民族的懦弱是有漫长的历史渊源的。而我们是就生在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人民，那你抱怨有什么用？你责备有什么用？我们只能是一点点的去改变它。德林，有时候我在想，你说这些皇帝们建造这么大的陵墓，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是用来干什么呢？要供人参观吗？供人瞻仰吗？你现在官主不让参，不是现在，我说古代的时候，你现在作为文物了，别人可以参观，啊，但当时他们肯定不会想着做文物，是，但他的。文物保护到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一直搁在这里，他不动它。哎，我在想文革这些东西怎么没毁掉呢？啊，他这是除了那个定陵被毁了，定陵被毁了，挖出来的骨灰都给尸体都被毁了。嗯。这些大的墙体，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这是后来修的是吧？这最近才修，才有钱了才修的。这前两年这个地方来的满地都是乱石。哦。后面明楼的时间。哎，我说这个文革连那个孔子的庙孔庙都给毁掉了。墙就知道。签个字行吗？是吧？签什么字啊？那个，这近日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什么？教育公民志愿者联合声明的文章，这个活动是谁发起的？这活动没有谁发起的、啊、没有人发起的。对，这是我们那个因为您来什么意思我也非常清楚、就是对于徐老师这个、是吧，您是不是问他的事儿？一般通过什么渠道发起的？通过什么渠道是发起我不清楚 啊，因为那个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签名，所以我就签名了。签名啊，为孩子争取高考权利，在北京的高考权利签名啊。这是我们的网址，希望你们家有孩子什么都参与进来。就我们这边、这些小伙子们都给我们签一下，谢谢啊。我们每个月会把这些签名人数越来越多往教育部送。这是我们的网址啊，活动的。那个什么，你们也可以参与进来。这属于哪的？就我们外地家长。外地的家长联合起来做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会不会，这是几万人签名了。对，几万人，我们每个月往教育部送。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应该是。对，那时候我们如果有人努力，就有希望。谢谢老汉，谢谢老汉。把这个拍下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教这个。万人签名册，公民签名，这个做出一本书还真不容易。我们多长时间才把这个做成功，是吧？
后来我们就开始征集签名，大家我们那会儿你看不去工作了，都不去工作了，然后每天出去征集签名，从早到晚各个市场都去转。我叫杨丽，然后老家在四川，是从那个2006年来的吧，然后呢，从在这上的幼儿园。我叫丛媛媛，然后我是河南的，是从出生就一直在这儿，然后从出生，然后就一直在生活，没有回过老家，就这样。小学的时候就是和到5、6年级吧，要评什么北京市三好啊，然后什么红领巾奖章啊，就这样子。然后就因为我不是北京的，所以老师就说你把那个就自己跟我说，就说你把你的名额然后让给北京的，因为你是外地的，考虑也没用。他们这个群体其实蛮值得你们去写的，是，对，这背后代表了这么多人，中国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就是流动人口。徐老师，您是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再找啊，我第一篇那个建议是在2009年的，好像是3、4月份写的。当时推动的时候是分两个阶段嘛，首先是小升初，其次是高考，制定一个计划，就是每月去一次教育部，其实一直都是非常谨慎的，每次就几个人，但是背后代表的人数，团队是不断的壮大。你北京这么好的资源，你考试考学还分还那么低，对不对？你有本事把北京各大那高校往那外地都迁一迁。咱们这样说吧都很空啊，我现在就是我跟你们说一点，就是那个咱们在网上群聊的一些东西吧，他说我们不仅是非京籍的家长，我们也是这个非京籍的一个教师，看到太多没有北京户口孩子的痛苦，每一个孩子无奈的离开，我们都会痛哭，都会抱头痛哭。他们是直接的高三的家长，对，孩子临行前夜晚他会围着校园里转一圈又一圈。你别慌，我跟你说，我这几天天天都是这么难受，因为我孩子是高三。对，我觉得你的话肯定会，而且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事，这是政策的问题的话，你现在我也是，就是也不能这样，不人道，如果是政策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反映，行吗？那你在监狱的时候能写东西吗？监狱的写东西写的是另外一本书，就关于信仰的书。对，关于信仰的书，我大概整理了一下，但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整理。那你那本书的取名叫《美好中国》，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大概是2013年前后想起来的吧，就是怎么样概括未来我们理想的中国。你看，最初的1993年，我写这本书初稿的时候，名字叫《自由中国》。我觉得《自由中国》就当时觉得很感动了。但是大概是2013年前后吧，我觉得《自由中国》似乎不能涵盖我们所有的理想，《自由中国》《民主中国》《宪政中国》都不足以涵盖我们的理想。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词就是“美好中国”。
过不去啊。消防什么时候来的呀？消防车。消防可能是有人在楼顶上采访，他们可能想把这个，用消防的方法把他们搞下来。你们是哪个电台的？我跟你说，假如说我今天要打电话给你，我要是河南口音的话，就是说明我出事了。如果我以这正常的这个语速跟你说话，我就没事啊。好啊，你开你的会。无罪释放，许志勇。对，无罪释放，一定无罪释放，没有罪。许志勇现在无罪，应立即释放。许志勇的中国人，请你们新闻媒体呼吁哈，立即停止哈对许志勇先生的迫害，这就是迫害，司法腐败，官员腐败，老百姓水深火热。这是正义了。人家许志勇就说了老百姓的心声，就不行了是吗？他哪点错了？你错了，你不敢公开审理。许志勇无罪。不对，是啊，你有。你会声援那个事是吗？声援屁啊！我连个横幅都不敢打，我声援。你看谁？我那哭的。你看谁呢？今天我是为许志勇来的，因为我觉得许志勇他是一个好人。我们是非京籍的孩子的家长，我们的孩子也要在北京要上学要高考，但是现在北京的限行政策，我们是不能够，我们的孩子是不能在这儿的，我们的孩子只能回去当留守儿童。然后许志勇他呼吁教育公平，今天开庭起诉书里边的他一条罪状就是说他帮助了我们进行这个教育维权，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并且我觉得像这种开庭审判也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现在弄得我们连那个，我们今天是来声援的，但是我们连这个法院门口我们都不能靠近。对，今天判的有两个是就是关于教育公平这个事儿，一个是七月五号，2012年的7月5号，另外一个是2013年的2月28号，这两个事情都是跟我们非京籍家长的到教育部还有到这个北京市教委请愿有关，尤其是75那天是就是说他们是要把许志勇定为是这个案件背后的主谋，实际上很多事情的这个策划和参与都是我们家长自发的，他只是作为一个这个法律援助的这样的一个律师的这种身份，然后一直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强调着要温和理性，千万不要过激，并且他还写过一个就是说活动的一个纲领，上面就写就甚至对我们要求也是说，即使别人打你是吧，骂你，你们也不要这个同样的去对待。我原来曾经给别人讲过，我说我要以法学博士的身份从政。你看，但中间经历了考试的失败，然后当我重新做好了准备开始事业的时候，就觉得有一只手轻轻地把我一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妈妈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疼爱你的感觉，她总是担心你。对。对，担心是必然的，因为很多人他不可能理解我们的事业，他不可能理解我们这种乐观主义，他看到的都是强大的专制势力，他看到的都是，而且他经历过那种恐怖的那种集权的年代，对，他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觉得你去挑战这个如此恐怖阴暗的东西，又如此强大的东西，那这个太让人担心了。他主要就是这种担心。说这个他第一次特别担心啊，第一次意识到你的这个从事政治这种危险性。第一次应该是198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64。六四之后，六四之后，我当时就过于乐观了，我觉得这个国家可能很快会改变。我就因为政治观点跟医院里，那时候我们家叫医院住嘛，跟医院里其他的
医生们的这个观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啊，那我就毫不避讳表达我的观点，嗯，争取民主自由啊等等这些，那我妈知道了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嗯，用她的话来说，这叫思想反动，曾经的概念叫思想反动，就是她生活在那个文革的年代，那这说这种话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嗯。他就是一味的善良简单，他不会去考虑这么复杂的事情，嗯。六月三号晚上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不眠之夜。那天晚上我跟一帮朋友们一起喝酒，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我们等于是有点把酒当歌的那种感觉，那种慷慨悲歌的感觉。当时是个高中生的人，高中生高二的那个暑假，我一夜没有睡觉，嗯。因为在之前那一段时间，北京传来的消息，我们都照片，我们都给他发到，我给他张贴到县城里去。啊，我们在校园里也在黑板报上也反对什么大喇叭这个校务处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做的更多的事情是把那些传单啊、一些图片啊发到，是贴到县城的街道上。嗯，那个事情其实六四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很深入的关心这个事情，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政治的价值观已经基本上成型了，啊，以后只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而已，就这条路已经在了。你在那个兰州时候，那时候好像你的初恋应该是在那个期间吧？啊，是初恋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初恋是中学的。对，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那个，就是高中的算是初恋吧。他是小时候在新疆长大的。哦，你怎么会跟他在那边？他可能他老家是河南的，然后他父母支边去了新疆，他在那边出生长大，长到那个时候就回来了。嗯，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可能是这种，可能是跟我对新疆草原的那种美好的向往是有关联的。那对他这种。结合在一起了，现在对对，嗯，就是远方的向往，对，嗯，这种就凝聚在那个女孩的身上，对，一个美的化身啊，嗯，前几天我们还有联系呢，她在上海一个大学当老师，嗯，她后来也读了博士，那你们暗恋的，哎，不是你们相恋几年了？断断续续的3年多吧，后来就。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啊，然后，哎，反正总之就是没有走在一起。到处都给封起来，中国是个旅游区都给圈起来了。本来挺好的一个东西，现在什么都没了，给你弄成跟监狱是围墙似的。整个金谷区，我们现在谈街嘛，现在。对，到底我们在笼子里还是鸟在笼子里，现在都说不清楚了。水也被监禁起来了。对，水也被监禁起来了，鸟也被监禁起来了，人关键是人被监禁起来了。是。嗯，您是这儿的人吗？啊。他这什么为什么要封起来的？对，这栏杆保护嘛，保护什么呀？保护水库呢嘛，不能随便进去，里头还有鱼呢，还有。这是什么人在这里养鱼？这是鱼供谁？专门有人管的。供什么人吃啊？这鱼？卖吧。哟，他就像承包。那什么人买啊？不，什么人买？什么人有权利卖？这原来那还有个开发的呢，啊，日本那边有几个富二代，那租的那摊子，玩了个汽艇呢。哦。其实很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在很久的时光中，生命真的太短暂了。其实几十年短暂的过去之后，又有什么呢？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一片精神荒野，我们去改变它，去完美这个世界，我们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所谓的价值，最终还是让这个世界更有幸福感，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这段时间其实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我跟你说，又恐惧又压力，因为你不知道会突然会发生啥事情，你知道吧？随时你都不知道会发生啥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们随时他们掌握了哪些情况，就是他们掌握那些情况里头，因为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你说那么多事情，你说谁都能记得了啊，是不是？许志勇无罪，我证明。听说徐老师为了我们外地孩子在北京正式上学而被抓了，我心里感到非常非常难过。我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我非常希望能在北京上学，留在父母身边，不要抓像徐老师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他能呼吁帮助我们这些孩子上学。如果说徐老师有罪，实际上等于我们去为孩子教育，那就成了也有罪了。我觉得这个就很荒谬了，十分的荒谬。今天见面咱们商量一下，出庭能作证就作证，不能作证也准备好这种做好这种准备，我们也沟通一下思想，并且呢关于教育公平的事儿也可以给张律师介绍一下，让他了解的更全面。你看他到那个啥，每次到三刊做笔录，我都让他们重写，尤其是上周五那个笔录写出来以后跟我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我最后拿那个笔全部，他事先准备好的，我拿笔，我就拿笔夸全都画掉，他们就说你差不点行了。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头说，我说你该退休了，我说你也差不点行了，我说的你警服一脱跟我一样，我说以后你好意思来见我，我走到大街上我把他给说了一顿，这帮流氓，我说把你笔拿过来，我整个全部，他上面写的啥？许志勇煽动，许志勇推动，许志勇说怎么怎么，许志勇让孟凡林怎么怎么，全是这一套。哦，我哗哗全给他画掉了，我全给他画掉了。像这种根本，他这个定的罪名都不对，都不对。对，我们将来，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他很有可能就最终，他如果要硬要定罪的话，他把最后那些人，那个财产公司给拉出来，胡乱的给他定一个。教育平权，他想定真的，他定不了，他真是没法定，他怎么定？再加上那个证据，你想，129本卷，只有3-4本涉及到这个75的问题，涉及到228问题，他啥也没有，都是事后补的证据。但是许志勇的头条，对，头两条就是75228嘛。已经做好准备了，现场都已经停了3辆大轿子车，也都停好了，但是也没想到他们会打人。我刚放好，我就觉得我腿上我后面小腿肚子给踢两脚，一脚就给踢，就把我给踢翻到那个车的轮胎那个下面去了，马路牙子那儿。大拳头就开始往上砸了。我们这是正常运转的，别运转，运转，上车，上车，运转，别运转，站着，站着，都你站着。这俩就这后来这俩了啊，就这个戴围脖这个，戴围脖这个和这后来这个。被打的怎么说呢，一开始他们要抓游子，我正好在那个警察往前冲路上，就被几个闷头一挡下来，眼镜就掉了，镜片就掉了，在低头照眼镜的过程中就被几个警察推倒在地上，被踩被打，当勉强挣扎起来之后，就看到胡杨在倒在路边上，汽车和路边和路马路牙子间的空档上，警察正在说拼命，就是用脚正踢他的腰，结果上去拦的时候，警察又狠狠骂，就说打死你这些东西没。你看这警察，这个也是在打，你看这是把那个快乐生活衣服给他翻过去，把脑袋蒙着是吧，对对，打拳打脚踢，这人就是未知数，警察就打他，
扇他了好几个巴掌，这是刚才扇他巴掌扇的都红了，打的。着急那一点到了是吗？跟这块儿。是着急那时间到，那个。这是游子。这是他们抓的，其实他们倒没有抓着头发来着，哎，头发抓着头发头疼，主要是妈的，哎呀，有一些那对那这儿、哦、不是你主要是这儿，嗯，这儿是大紫块儿啊、哦，就是被他给对，踹完了我就觉得背后上面在背上给踏了一脚，踹了一脚，踹完了以后，好，可以进来了。打起来的时候剩四五十人吧，就是最多的时候上午可能有一二百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听到一个警察拿对讲机说，因为他们人挺多的，今天来的还不少呢，比咱们警察多。然后后来最后陆陆续续有些家长走了，然后到下午那会儿打人的时候就剩四五十人了，四五十人，然后警察就里三层外三层把我们，里三层外三层的把我们围着了，就是你没有还手之力。那受伤的大概多少？受伤的、重伤、轻伤的也得最少也得有七八个。嗯，像跳舞胡杨他们都是重伤，还有那个快乐生活，我看到快乐生活就是被两个警察这样挽着手臂，背朝天，然后用他自己的衣服蒙着他的头，蒙着他的头打他，然后他这个后背上我看到全是血淋淋的手印儿。快乐生活可能就说是你们凭啥么打我啊，他们就说你凭啥，啥都不凭，就是揍你啊，就在车上就现场就把他又揍了一顿，并且让他这个让他蹲下不让他抬头啊，让他把头要伸到这个两个座子中间啊，这个时候呢他跟这个快乐生活呢这个就又顶撞他两句，然后这个高旭又揍他两下，然后说坐上也不允许坐，你就让他在那个两个座中间那个地上让他进去，这么窄的位置他能进去吗？进不去以后他就使劲把头往里撑啊，撑着头就摁到他里边啊，摁了很长时间啊，持续了我估计至少有半分钟吧，使劲摁着头使劲摁到那里，这个时候呢就在摁他的同时呢，就是胡杨就被抓上来了，砸懵了以后就直接就给我撂到车上了，撂到车上以后我一看游子和快乐生活在上面呢，我就说那警察，我说你们也太过分了，我说我啥都不知道，我说你们背后打人，我说的，我说你们也太差劲，我就跟他们讲理，就说他们嘛。然后后来他们把那个谁游子和快乐生活叫到弄到车下面以后，然后有一个壮的一个警察，这嘴巴有点豁，他就指着我，他说你再给我说，从我在中间那个大巴车嘛，就公交车，我在中间坐，一上门那地方坐，直接把我从那块逼到最后面，然后就把我按到那椅子上，一顿子暴打哟。我们提出来的五个学生家长这个出庭作证啊，他们觉得这个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呢，他们又协调了检察院，觉得还是今天上午，我们和检察院在一起沟通一下，到法院来。争取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我自己感觉到吧，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本身这个徐振勇博士有罪无罪是我们这个辩护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呢，这也不是一个唯一的目标，在法庭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让一直参与教育平权运动的几个家长这个有机会把教育平权运动的由来、宗旨，还有这个他们的愿望在法庭上说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争取这个机会，也希望法院能够给一个机会，让他们完整的、真实的把教育平权，以及徐振勇博士在教育平权过程中的作用说清楚，把七五还有二八运动的真实状况说清楚。其实我印象中，徐志勇啊，不仅是很理想主义，还很单纯。就是他什么，他那天他硬要说他五点钟要回去见国宝，他的理由是说我不能说谎。我说他来监控你本来就是违法的，你什么说谎不说谎啊？就说明他这个人真的很单纯。当时我们说，
这个呢是这个，我还是我看得起的人也不多。这个我觉得他这一点还是我比较尊重的。你觉得他身体怎么样？扛得住吗？还没问题，扛得住。如果他要是对家里事比较放心，这个事儿不分心的话，他没事。那就是他没事，人家家里人也都很理解这个。很理解，他岳父岳母我看都是很开通的，他都能够理解。他们就认为这个又不是说因为胡来出事了，这个也不丢人。好，你介绍一下情况。我们上海的家长，刚刚。马克转过200，西坡转过200，还有那个徐慧说从哪儿转过2000过来。北京的家长这边现在是19000多了。徐老师为了我们教育公平，这些孩子，这些流动孩子、随迁子女的孩子，付出了很多很多。现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我们做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看一下宝宝。哪儿呢？哎，怎么说呢？徐老师现在还在看守所里，然后心里头其实挺难过的。这小宝宝出生了，徐老师也见不到。其实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事儿。然后爸爸不在跟前，丈夫不在跟前，哎，让人觉得心里特别难受。法庭啊，公正的法庭是查明真相的地方，但是这个案件中真正了解真相的那些人，比如说积极参加教育平权的家长们，在开庭前几天就被警察们全部控制起来了，他们根本就不允许接近走向法庭。所以我们认为既然是没有可能去发现真相，所以我们就保持沉默。另外也是这个，我们也是说通过这个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对这个法庭的合法性的否定。中国人活得累，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就彼此的戒备敌意心很重，这一点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传统就是在漫长的成长的过程中，在生活中习得的，或者说生活教训给他习得的，然后代代相传，那导致这个社会的成本极其高，信用极其差，那这个社会运行起来就非常的糟糕，让很多人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度非常非常差。防范体系就像现在维稳体系一样的，他维稳体系包括从小说火车上啊千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等等，这些东西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啊。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啊，就是我感触挺深的。比如说2004年秋天，我在美国帮他们总统竞选，作为基层的志愿者，然后去拉选票，然后我们志愿者，然后呢搭乘一辆车跑到了一个300公里的一个潘索维尼亚的一个地方，一个小镇上，然后敲开人家的家的门，就是问大人在不在家，然后呢给他送资料，给他做宣传，那个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敲开一个小孩家的门，敲开一个人家的门，只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没有防盗门，大大方方打开门啊，说父母都不在家，家里没人，就他一个人啊。然后呢，那我们这边就说，哦，那请你把这些转给你的父母啊等等这些。你会发现他就是那个大大方方打开门那种自然而然的那个状态，那才是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但在中国，你要说你去敲开人家的门，只有一个小孩子在家，甚至大人在家，他都会透过那个防盗门反复的看啊，他然后才可能开门，甚至很多地方他不开门啊，那一个小孩子在家他都不敢开门。那我觉得这个社会，这只是一个象征，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心灵的距离啊，这种戒备心啊，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东西导致我们的社会非常糟糕的一面啊，像这种内在的心态就需要改变，而这个改变是非常难以改变的。你得让人重新确立一种信仰，确立一种信任，你要相信公权力，你要相信陌生人，你要相信法律代表正义，坏人会受到惩罚，没有那么多坏人，没有那么多坏人当道。